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周六。哎呀 ，Brother, you already? Yeah, dream team. 啊，不好 ，not fresh. It's okay. 今天吃早饭还是坐在外头啊，天气干的要死。昨天晚上回来太晚，没有浇水，我赶紧稍微浇了一点这些花儿，因为它这个它缺水很严重啊，所以我赶紧的，我出去看一看，看一看我家的。小菜园儿，看一看，看一看我这黄瓜。黄瓜这个架子太小了，它底下有一个大黄瓜了，嗯，已经很大了，也给摘了，不摘就是它会那个了。哦，这么大，看，看一看藏在下面的，隐藏的。哦，这里也有个大的了，看，这个黄瓜很大了，不摘它就老掉了，一定要给它摘掉。自己家种的黄瓜它很脆，那天我老公做的黄瓜沙拉就很脆，看这么大一个，简单的早餐。哎，太干了，我家这个花得要给它浇多一点水，今天晚上多浇一点。看我婆婆送给我的这个玫瑰花又开了一茬，真好看。这个没，这个是月季，其实都是月季。这个的话你看开的没了，然后现在它又发新芽，然后再开花。OK, good update. 这个苍蝇很讨厌呐、啊。今天在家打扫除，上次婆婆他们都已经半个月了，我都没有收拾。还有老公闺女的房间，今天拖地啊，两三个星期没有打扫卫生，地上脏死了。哎，今天打扫卫生呢、啊，真的是从楼上到地下室都给它打扫了一遍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现在去宜家，赶紧给我家闺女买床上用品。到宜家喽，挑东西。这里是餐厅 restaurant。哎呀，早上吃的少，来吃点东西。哎呀，这个是 tomatoes soft。哎呀，这个我老公也挺喜欢的吧？这个烤肉用的。好几年没有到宜家来吃东西了啊！啊，看甜点只要1块钱。哎，我来一个吧。哎 ，lemon。lemon 这个呢？这个 same price 啊？这个好看。Yeah, 是这个。然后这里是枯痕，就不要了。可以了。看看这里是这个，这个甜的不咋喜欢吃。这个花布饼，妈呀，那边那个甜的。我老公首选啤酒。这个。我要吃宜家的特色，这个肉丸子。我让我老公吃三文鱼，它是价格在上面的，很便宜。我吃个这个。这就是我们的晚餐，也不错。也在宜家还是7年前吃过一次。哎呀，环境也不错，也挺好的。你说宜家能不赚钱吗？这是我有史以来刚来就是来吃饭的，平时都是我们一般都逛啊逛啊逛的，因为今天现在马上6点钟了，也不高兴在家做饭了，要等会去超市买一点奶酪，吃点面包就差不多了。看我老公这个搭配的也挺好的，你说几块钱的东西，两个人我们今天吃，连吃带喝的，还有甜点，一共花了23块钱。你说你能指望人家怎么样？其实开着一样的这样的餐厅挺好的，快餐嘛，很好。那真的，现在在外头这个物价这么高的时代，真的是吃这样子不错了。吃完了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甜的这个东西。果酱不怎么吃。I don't like the red. Yeah, I don't like so much. Me neither. 我现在去找个勺子，我要吃甜点了。看，现在他们这都高科技了嘛，往这一放，自动输入，真好。我们走了去逛，去逛，赶紧去买东西去。到了这个，这是卖窗帘的地方，而且我家闺女买被子，她喜欢双人被，不喜欢单的。然后给他买被套，妈呀，挑这些东西真难挑，清清爽爽的，看起来都挺不错的。但是我家闺女喜欢紫色的，你说一个小姑娘喜欢紫色的，
夏天你说不要挑个淡色的吗？看看又开始到这个花的，哎呀，这个蝴蝶兰真漂亮，只要6.49块好像。我看吧，我这就是花痴，看见了就走不动路了。This is also $6.49 哦。看看这个好迷你啊，好漂亮啊。我们买好了，我在想，如果我家花园里头也弄这样子，多好看。嘿嘿，走了。给大家看我们今天买啥了、啊、看看就买了这些 20 rabatt， 因为我差不多有2-3个星期没来超市了，我以为樱桃没有呢，没想到现在樱桃你看4.4这么便宜，但是买的人不多呀。现在我希望我家闺女来的时候赶紧还有，因为她就喜欢吃车厘子。提一袋子，好久没来超市了，到家了，看一看这个好迷你啊，它干得不得了，这个要给它多喷一点水。就这个，哎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我觉得挺可爱的呀。到家了，赶紧把这拆了，赶紧洗了。正好到礼拜四它还能用上，该洗的洗，该弄的弄，现在赶紧浇水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今天没想到晚餐是在宜家吃的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咱们明天见。明天和同事约好吃晚饭的，要喝酒的哟，我们家欧巴把我送过去。好了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。